啥意思啊？你请我吃蛋黄焗南瓜，我请你吃海鲜，怎么样？那你不亏了吗？讲究不？讲究。你那脚不是受伤了吗？我寻思吧，你家今天得吃猪蹄子，结果我一来，我看你家连那猪蹄子影都没有，我寻思就给你点点你爱吃的龙虾尾。你破费这钱干啥？我应该这样，我来看来了，这俩大罐子放这儿了啊，这是一箱牛奶放这儿了，来多少钱？200块钱，来转账。看那梗了吗？看不看？没看。这都折现。啊。一盒龙虾尾。嗯。过去八爪鱼，对，扇贝，这是给你家的，这一盒是我家的，我就不给你看了，反正我也点了一盒龙虾尾，你说是好吃吗？嗯，完了你瞅瞅，给我装的还搁这个大盆，太尴尬了，你直接放那里一起拎着呗，对呗，盆到时候我拿回来啊，还有10分钟我要出发接我姑娘，这妥了，晚上又能跟大橙子喝两杯，喝酒是不能活酒花鱼啊，你得喝药酒。没啥大事的，我不知道对不对啊，瞎说的，慢点啊，拜拜，路上有冰瞅着点啊，没你那么笨，今天被你抢先了呢，我还瞅了一眼没有你车我就过来了，上车筐了，哪好吃的啥呢？嘿嘿，老多好吃的。嗯。Hello， 你好，奶奶整头发了。哎呀。妈妈，你今天有空吗？啊，不好看。你俩天真的好啊。我这不两天了，啊，等我换个头。嗯。哎呀，等会儿。那是我姐做的。什么玩意？茄子。啥？地瓜。蛋黄焗南瓜，是出茄子，你真人才了。这不南瓜吗？就是的。奶奶那边只放奶奶。今天做疙瘩汤了。嗯。煎的鲅鱼、西兰花。这不是大螺。嗯。太棒了，我爱吃大螺。来，拿来。哎呀，真好！这里边是花螺和蛏子，这是什么？蛏子，竹节蛏。怎么吃的？用嘴。不是，它是怎么吃的？没有皮儿，直接吃就行，看。啊？就是肉，直接吃就行了。对。这个香啊！嗯，看你是得有食欲，姑娘。嗯呐。再来个汤吧。尝尝我姐做那个好吃不？蛋黄焗南瓜。好吃吗？关键是你能吃出来是茄子，真厉害了。南瓜还啥呀？蛋黄，炸完了搁蛋黄炒的。哎，南瓜挺好吃。